全部都卖光了，松鼠老板，你不愧是荒天喜地小镇最杰出的奸商，不，最杰出的商人。好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卖不掉的商品。哎，漏网之鸡，漏网之鸡。你这破玩意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卖不掉我。什么？你在质疑我这个伟大的奸商啊？不，伟大的商人的能力吗？卖不掉我，卖不掉我，卖不掉我！这是我们这个月最后的零花钱了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银币花在最有意义的地方，例如全部来买小鱼饼干。我觉得用它来买很多很多的甜甜圈。应该用它来买玻璃珠子。甜甜圈，玻璃珠子，饼干，甜甜圈，饼干，甜甜圈，饼干，甜甜圈，玻璃珠子。要卖掉你还不简单？亲爱的小侦探们，听下我的建议，你们为什么不用手上那个银币买下这个宝贝呢？你们别看那外表破破烂烂的，其实它是一只寻宝鸡，可以寻找到这个世界上任何宝物的鸡。哇，真的吗？要不是跟你们是好朋友，我还不愿意卖给你们呢。奸商，奸商。不信你们看。哇，上鸡啦！寻宝鸡，你开始提示我了。是这里吗？是这里。你们看，寻宝鸡帮我找到了一个银币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如果拥有了这只寻宝鸡，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宝物。无论是鱼饼干，还是甜甜圈，还是玻璃珠子，都可以找到了。请把这只寻宝鸡卖给我们吧。奸商，奸商。只有一个银币吗？好吧，就卖给你们吧。听到了吗？要是我们得到了那只寻宝鸡，那我们就可以买到很多电池了，吃不完的电池。别做梦了，寻宝鸡是用来帮我找研究经费的。探探宝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快找到宝物了？What?
只要跟着寻宝机，一定会找到的。上当了，上当了，真笨，真笨！哎呦！这个小苹果没有摔坏。慢着，这是寻宝机给我们的提示。我们应该先找苹果树在哪里。这群小侦探太好骗了。不是我太会做生意了。真的找到宝物了，兜得住，接住。来了。你们干什么？那是我的收藏品。这是我好不容易收藏起来的玩具，不是你们的宝物。明明是寻宝机帮我们找到的。去去去，要寻宝到别的地方去寻去。杀鸡了，杀鸡了。好期待啊，这次寻宝机又会带我们寻找什么宝物呢？傻傻乎乎，傻傻乎乎。哎呀，好痛啊，好痛啊。寻宝机又给我们提示了，这里的泥土跟其他的不一样啊。小蚂蚁们也不愿意靠近这块石头。证明这块石头被人搬动过。我们快挖挖看。哇，找到宝物了。住手，你们不能动，这是我的收藏品。怎么又是你的收藏品啊？总之这个就是我的，不准靠近这里。杀鸡了，我的宝物明明都藏得这么隐蔽，怎么总被他们发现？难道真的是那只破鸡？寻宝鸡，宝物，好多的宝物啊！我们一定要得到寻宝鸡！耶！傻人有傻运，傻人有傻运。妈呀，那个方向，难道他们发现我的宝库了吗？下雨了。那边有个山洞，快进去躲雨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能到里边去。哎呀，抢鸡了，抢鸡了。寻宝机属于我们的了。乌龙博士，又是你，快把寻宝机还给我们。有本事你们自己来拿呀。大宝，快动手。是博士。我打败了喵喵侦探团。我是英明世界精英。怎么办，我们被困在这里了。那午餐怎么办？有办法了。勤动脑，多思考，遇到困难没烦恼。小鱼饼干，请赐给我智慧。豆豆猪，看你了。乌龙博士，你们的陷阱根本困不住我们。寻宝机，还我寻宝机。快让开！
算虚惊一场。咦，这根木头上面做了个记号，好奇怪啊！所以这里面可能是有宝物。啊，你们不能进去！嘿，这都是我辛辛苦苦藏起来的宝物，不是你们的宝物。松鼠老板，你又想霸占我们的宝物了。什么都说是你的东西，你就是想独吞。总之就是我的，你们快走开。你总是忽悠我们，这一次我们不会再听你的了。等等，你们要的鱼饼干、甜甜圈、玻璃珠子，我全部给你们，请你们离开这片森林吧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太好了。不过那只寻宝鸡，这寻宝鸡我也不卖了，银币还给你们，求你们快走吧。那我们走了。自作自受，自作自受。